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土豆排骨饭，还有腊肠，那我开始吃了。又是干饭的一天。我最喜欢吃脆骨了。土豆很软烂，刚刚吃到了一块大料。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因为还有一些辣椒嘛，然后就特别提味。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录视频的时候需要一直吐骨头。腊肠，特别油。带了有酒精味。刚刚相机没电了。我要把这些排骨全吃完。有排骨在太影响吃饭了。这个腊肠真的特别香，今天吃的特别满足，那今天就先吃到这里吧，拜拜。